凶，恐怖哦！这游戏真的闹鬼，怎么了？刚刚锻炼视频没人，我刚一紧，我突然蹦出一大堆人在跳单杠，那、啊、就不见了。等一下、哦，分几秒先记录一下。会不会是这地图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世界啦？好，好可怕。为什么淋浴时间叫我去一楼啊？说什么、啊？刚一样啊。然后又叫我去指标上去。指标现在有个一耶、欸。我不知道指标叫我去哪里耶、欸。一显示二楼右边那个手房耶、欸。他指标叫我去工作室耶、欸？为什么？派气喽！派气喽！我来喂狗喽。啊，要转你们红色钥匙用哪里的？左边，左边或中间下面也可以。二楼左边有一个上顶楼的那边的门，中间下面的话有一个到警察的房间的办公室。你说楼下？对，地下室。嘿，还是先去比较安全的地方。可以、啊，可以啊，那就是二楼左边啊，先看一下楼上有什么东西。啊、二楼左边。嗯。你怎么往右边去了？那、啊、我先上楼没？哦，哦，哪边？这里？上面啊，这里。哦哦，进去看一下楼上有什么。楼上有一个小河，小台。这些需要破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个到楼上的。它就只有一个。还有一个书柜，然后一个青色的，剪掉可以到那个哎、欸，不风宫房哎，哦，它应该是可以从那个上面青色那个爬过去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吗？是上面这一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可以爬上去，因为它楼上也有一个，就是那个青色的，色的，感谢客爷的手环，好了，所以楼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没啥东西。可恶，这样红色钥匙也没用，那就剩绿色钥匙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中间下面小雨，它只有一个，可是它里面也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工作台，然后那个工作台也是很像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怪人的，怪有一个手术台在那边，可是里面没有、哦，目前是还没有东西了。哦，那可能之后才会出现，不知道是不是搞不好下一个阶段会刷出来之类的。那就剩一楼的下面那边啦、啊。这里啊，你要现在吗？等一下看一下下一个时间是点名，先点吧。对啊，等他们都上来，警察都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进去吧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怎么还这么多人在里面？留守的吗？里面不是会留超多的？感觉里面不知道。啊，你用掉了。你开到门就用掉了。啊？刚花掉了一次。还没啊。刚看门开了一下、欸。没有啊，我这边还是80啊。我看上面，可是重点是我进去没有用啊，因为下面那个我只要一往下走就 B 啊。嗯，对啊。我看一下地图，上面只有警察办公室而已啊，守卫室。帮我上去看一下有啥。下面是控制室。可是控制室下不去啊，因为这把钥匙本身就是违禁品、啊。嗯。所以你一往下一定就 B 啊。那这就只有上面，上面可是上面他说写守卫室没什么东西啊，嗯，守卫室有一堆工作台啊，嗯，看看吧，摸看看、啊，趁我现在还没被摸到最高的时候看看，能摸几下是几下，我今天只看到最高了，等一下钥匙要没喽，就先试啊，等一下看怎么办，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，最高了最高了最高了啊！溜了溜了溜了溜，还有60%可以再开三次。所以红色不知道还有哪边会用得到。对，好、嗯啊，没事，我被打死了，可是我钥匙收起来了。好，可以做得好。还好我房间够近，用冲回去放。那我们就剩绿色钥匙吗？嗯。还没开过，黄色钥匙好像没看到过嘛？没，这张地图没看到。绿色钥匙就是刚二楼的红色对面。
叫什么？绿色钥匙。对，这里还有一个上楼的绿色钥匙。绿色钥匙。要找警察吗？哪一个？我没有找到绿色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要继续打。绿的好像没。有东西可以复制吗？有。有啊。那就直接找警察揍喽。青绿的那个。我们要绿色，不是青色。嗯。这个没打过、欸。绿的亮一点点的。亮绿色是。紫色钥匙。啊、这个是紫色的，紫色要吗？紫色不用吧，紫色一般来说都会直接进去啊。好，我就不鸟他了，我把他打火机拿着。这个是要打火机直接打警察比较快，摸都要摸好久。他们这里是黄色，黄色钥匙是牢房，好哦。哦，对啊，黄色是我们自己那个门，那就没有用了，那就没差。所以是绿色。嗯哦、我都把忘了，什么？为什么又有人来找我啦？又是一个赤裸裸的人，是有病啊！我又拔了一个警察的衣服，他又去找你了、哦。是吗？我又看到他一个没穿衣服的，因为有个警察衣服被我拔掉啦，好可怜。他快死了！哎呀，揍！是啊。又是你啊，紫色的啊！我没去工作，被搬走了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帮我一下，有两个。在哪里？看到了。正中间。正中间。三个楼。那我先吃个饭。好了。吃了。那这里怎么？这怎么？等一下。我帮你。啊！我要死了！我死了。别跑！帮我坐一下，等一下。别跑！还有一只，这个没摸过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好，绿色，摸一下。好，绿色这个可以复制，我们要绿色。赶紧拿走啊！给我。先把拿出来，先把拿出来，先把拿出来，你拿出来，你拿出来，丢地上，你拿出来，拿出来，丢地上给我。没有，我复制，我复制了。啊！哎，警察追你，警察追你，警察追你！赶快把重要东西藏起来，重要东西藏起来。先藏起来，啊！看，被揍了。我假笨。锦星有点多。是变模型吗？对，先对，先变模型。对，模型有了。有啊，你看要不要模型拿来给我？这边有、那個。看、啊、这个是北汽啊！哇，放手了，睡觉了。等一下，警察不要。没事，警察我最乖。警察先生不要啊！警察先生，我最乖了。我也很 乖，我也很乖。我在假扮吸血鬼。哎，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在床上，他冲进来揍我、欸，哎。警察先生不要、啊。警察先生。还装不要乖。为什么？还装乖。因为你的警戒值是很高的啊，所以看到你还是会进去。哦哟，我的假人要被收走了啦。我只在里面睡觉。哇，我两分钟哎，要消很多、哦。嗨，哎呀，是好伙伴啊，是好室友，是好室友啊。哎呀，消马铃薯啦，还好我只消一分钟啊。哇，还探监呢。三个马铃薯好伙伴。哎、欸，我快出狱了，再见。我还有很久啊！看这两个小马铃薯，这个心情有点久啊！哎，再见，再见。这个心情怎么这么久啊？出狱了，出狱了。好了，出狱了，出狱了。会在哪里？嗯，头的头，斧头的头。感谢礼物，感谢客人礼物。斧头的头什么头？你要做哪一个啊？我刚打电话啊，他说解锁斧头的那个，可以解锁斧头的样子。所以模型之后呢？模型之后你要做钥匙啊？
看一下，钥匙是在。你要拿那个梳子加打火机，把它熔掉。东西全部被收掉了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。我这边有打火机啊，没梳子。我也没有梳子。梳子找一找吧，应该蛮多的。梳子或是牙刷。嗯。他怎么被突然被揍啊？你是不是前面揍过他，很不爽？没啊，我在按 Q 看东西啊，啊把我衣服脱光，小雨没衣服穿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没有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梳子，我记得梳子还蛮多的、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卖好了。我这边没有人卖梳子啦，不是违禁品的都没人卖。嗯。妈。要收我的工作台哦 ，QQ， 哎、欸，竟然我的假人没有被收走哎、欸，不啊，我那时候是因为我放在身上，因为我把它拿起来，我躺在床上睡觉，被拿走，还我假人。可是我刚刚前几场都没上身，哎，真是的，啊，天，嗯。嗯，所以我们现在缺什么？嗯，我有找到吗？梳子啊，嗯，擦梳子，好，擦梳子。欢迎你啊！一楼下方好像有红色的门，等一下、哦，一楼下方。对，一楼下面有，这里。哦，你说正下面那边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这边也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好啊，钥匙还在吗？还有吗？在呀。啊，他该不会就是一个人的吧？因为他看任务有说什么找一个人的棺材，一个人棺材在上面，那個、在上面哦，是上面哦，在上面。嗯，就他不是就一个人过而已。嗯，那我去看看，在下面在哪里？在那个怪人的旁边。怪人的旁边。那我先去看，反正我现在不能去吃饭。为什么右边要丢那么多东西？啊，放一下。对啊，进不去。这边。啊，进不去。这边下不去，这边出不去啊。没有东西啊。就它下面有一个门，它、啊、是白色的门。白色的门没办法开吧？对啊，就跟这个一样啊，开不了。这就，嗯。好、啊，你先吃饭吧。我可以坐在这里啊。你去吃饭啦、啊。吃饭啊。等一下，帮我开个门呐、啊！我要丢钥匙。啊！你不要玩，跳来跳去好吗？玩门啊！我出来啦，我要出去啦。你知道拉门很累。我要来不及吃饭啦！知道了哈。那我们还有哪边还没去过啊？突然觉得好没方向、啊，完了。上面还有那个啊，有青色的那个。青色吗？嗯，就是爬梯子的啦。那、嗯、青色的那种都是你进去然后就是爬梯子。啊，还有绿色啦。哦，对，还有绿色就是擦梳子啊。那就找一下吧。还牙刷什么的，我忘记了。梳子、牙刷都可以啊。梳子和牙刷。这两个都可以，嗯。解锁自定义物品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时间够久就会了。淡定。嗯。嗯嗯嗯。这边有什么？对面那个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？就繁星，你对面那个啊，看不到啊？啊，你看不到吗？不上面的吗？对啊，看不到是什么？他们在干嘛？一直进进出出哎、欸。跟我领糖果啊。哦，原来是圣诞老人啊。所以他们是领糖果的啊、哦。他们怎么在那边？跟狗狗跟你领要一样。哦。嗯，很好奇外围最下面是都都都
外围最下面。对啊，你可以看地图啊，外围最下面。守卫塔。你说哪是哪边外围最下面？棒棒糖。从右边走可以绕出去。右边走。你是黄色箭头吗？对。下面没有的东西啦。对，你那边再过那个墙壁出去就是没有啦，就出去啦。有找到梳子吗？哦，没有。还没。三楼。四楼。哇，是另一个杰克呢。嗯，你去另外一个杰克的房间了吗？对吧？找梳子。暴力破解吧，挖洞出去吧。直接挖洞出去吗？这样子的吧。那就要做很多的铲子哦。我一堆银子，亮银料。我一只金色的。我金镐。金镐也可以吧，只是挖的效果没有产。